天地没花开，看赤子黄阳望而却步，伤透的心中还有爱。等天地没花开，只敢在想找一棵树，下路重逢再斩将途，转前山多醉以后，殊途同归愁，注定等着一场邂逅，生旦净末丑，爱恨看不透，一壶一生酒，下一支血终会保留，谁伤过真疼过，忘了所有的脆弱，忘不了是心中炽热。等天地没花开，看赤壁黄粱望而却步，伤透的心中还有爱，下场柔情故。等天地没花开，只敢在想找一棵树，下路重逢再斩将途，救了我吗？是外公。外公。我们先去追陈东吧。不，黎大哥让我好好照顾你，其他的事情他会解决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天公造美，为我一雪家仇而放情，哈哈。兄弟们，装好箱子，我们走。希望你解释清楚，还给小梅一个清白。哼，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一切都是我陈东做的，要怪就怪你们这帮迷信的村民，惧神怕鬼。杀了他！最尊敬的村民报仇！多行不义必自毙。
怎么也还不清。只希望过了这次事件，不再有灾难来临贺家村。谢谢，谢谢。所以我要惩罚你，惩罚你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贺家照顾好。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这是大当家的命令。你为什么还相信我？表姐，你是这世上我唯一的亲人，希望你以后把孩子照顾好。嗯，谢谢你云虎。以后不要再叫我云虎了，我叫小梅，贺小梅。哥哥，谢谢你们几个及时救了我。听说当时有三道白影出现，我们才有机会阻止你。哎，说不准是你家人保佑你呢。这些你们都相信了，还是产生幻觉，还是被我传染了？也许冥冥之中自有注定吧。我只是觉得一切只是巧合而已。玉虎来见你爹贺山。我爹？生了你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贺家村，不知所踪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娘，为什么我没有爹？他们都骂我是野种。不要听这个人，云虎只有娘，娘也只有云虎。娘，爹，这个是我能写给我爹的。我是在跟陈东交手的时候，在他的衣领下发现的。虽然我们最后解释诅咒是假的，可是我还很难解释，我爹当时为什么杀了那么多人。你娘喜欢上了别人？我娘带我离开村子的时候，并不是害怕村里的传说，而是我娘喜欢上了另外一个人。我明白了，你娘一生不想离开，也把你带走，所以你爹受不了，才会酿成这个悲剧。哎呦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何必失去理智啊！真是。是吗？当时不知道谁为了自己的女人，差点累死我们。哎，你别乱说啊！我要早知道那个女的骗我，我非把那个男的五马分尸不可，你信不信？反正归根到底，这一切都是由我惹出来的。小梅啊，你如果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扛在自己一个人身上的话，应该会发展得更好。对不起。闭嘴。记住要改哦。哎，山下那五百万两黄金的家舍得不？要是我的，我可舍不得。哎，想清楚啊。我觉得还是一枝梅的家比较好。好，走吧。走。多少人家破人亡，你能攀此位也无欲无求了吧？这么多年我和他经历过的，生的死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别过去。不要，我恨你。Thank you.
如意，觉得亏欠了他，很不明智啊。一起走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要去京城。你怎么了？为什么？这是我爹最后留给我的，我要让他安心的走，换他一个清白。金大叔能躲在这里多活十几年，已经是老天爷赐福了。难道你忘记了吗？朝廷发下皇榜，金家世代是罪人，永远不能进京的。可是我爹官职二品，他可是保家卫国的政府将军、金统尉。
我爹从来没有对不起朝廷，他是被奸人所害，才被终身流放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是农民呢，农民在官面前能说话吗？听燕哥的话，到南方去，好好的生活，这才是最对得起金大叔的。蓝燕哥，我爹死不瞑目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过。他这一生都是郁郁而终，他唯一的遗愿就是能够替金家洗脱罪名。难道我这个做女儿的，这唯一的愿望都不能实现吗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我要去京城替爹洗脱罪名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会没命的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多苦多累多危险我都不怕。我不会丢下你的，我不会丢下你的。赖英哥，你先去南方，等我成功了我一定会去找你。我陪你去。蓝英哥，金大叔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好好的照顾莹莹，不会让她受苦的。喝吧。我不渴，你喝吧。我也不渴。没事，你喝，快喝。算了，我也不喝了。翻过这座山，前面肯定会有水的，走吧。如意，如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的，走吧，我们。你看，这样吧，我背你走。不用了，真的不用了。没事的，翻过这座山，熬过去就快到京城了。你也很累了。我不累，我怎么会累呢？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你在山上跌倒，躺了一天一夜，都没人来救你，到最后，还不是燕哥来救你吗？是啊，我还不让你告诉我爹。你就是这种性格，眼泪直流也不哼一声。这是多久以前的事了？可现在我爹他走了。别傻了，上来吧，我背你走。来。我做牛做。
小子挺勇敢啊啊！哎呀，你来呀、啊！你怎么不起来啊？来呀、啊，杀我们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不要逼我！打他！哎呦，不要逼我！我好怕呀！我杀了你们！来、啊，我杀了你们呀、啊！来杀我呀！这个窝囊废！我杀了你们！来杀我呀！杀了你们！不要过来啊！我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！求求你们了，放过我们吧！你不是口渴了吗？我撒一泡尿，你喝掉，我就放过你。需要了。往京城的路很安全，我还有公事在身，告辞了。恩公，请问英雄尊姓大名？离阁校的离，离阁校的阁，离阁校的校。我叫金如意。金如意。嗯。金如意。哦，对了，还没请教这位。他是我的同乡，也是我的义兄，叫包来应。包来应，姑娘帮我改的。来应，就是叫我坚强，敢于担当。来应好，是个好名字。是啊，是个好名字。来应兄，金姑娘这路上的安全就交给你，您保重。他会有期。再见了，不一定是好事。我不见了。
于到了，走啊！哎，等等，请问一下，里面坐堂的是梁天伯梁大人吗？嗯，是又如何？啊，我听仙父说，梁大人也算是个好官，我们是来申冤的。就凭你们两个，站住！像你们这样的人也来申冤，赶紧回去！哎，你们干嘛？柴大哥，哎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去查。梁大人，我真的有梁大人。真的是你父亲的绝笔，千真万确，大人，金家是否能够雪冤，就全在大人手里了。你可知道你状告的是谁？严嵩。好吧，我都知道了。大英哥，我们有希望了。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呢？来人呐，把他们两个都给我抓起来。大人，出了什么事了？喂，起来，放开我，放开我。景同尉将军提拔过本官，本官就和你们实话实说了，本官现在是严大人的门生，怎么可能去状告自己的老师呢？真是天大的笑话。你这样你怎么对得起先父啊？父亲是对我有恩，我要是亲手砍了你，你道义上不公。哼，道义？谈什么道义啊！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，你根本不配做父母官。掌嘴！是。不，大人，你不要伤害他。狗官！哎，大哥。你追了我们一天一夜了，你至于吗你？啊！废话少说，劫杀穷光，意图强奸民女，让你们留在外面，就是对百姓不利。大哥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啊，压下去。好，来，走。大哥，快点，大哥，我们吧。哎呦，我有件事情要禀报你。什么事啊？总督衙门今天送来了一男一女。啊，所犯何事？状告严嵩。状告严嵩？对呀。笑什么？大哥，这个男的名字很好笑，叫包莱印。女的叫金如意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柴大哥，不要！柴大哥，不要伤害他！柴大哥，饶命啊！不要啊，柴大哥！住手！大哥，是你，大爷，我们认识他，放过我们。替他们送报。去。是。金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原来你们是一丘之貉。你们到底怎么了？我要替我爹金同尉状告严嵩。你爹是沉冤不白的金将军？是的。证据呢？在这儿。我爹含冤而死，一生只想还金家一个清白。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，请把这个血书呈上去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这个是可大可小，谁碰谁脑袋不保。哼，我早跟你说过，再见到没有好事发生。不要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住手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相识一场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我求求你了。王准，有，
把刚抓回来两个混蛋放逐塞外，再跟总督衙门交代，就说是说他们两个就行了。是。这件事情我倒没发生过，你们滚得越远越好。这点银子给你们重新过生活，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也不是你们该做的事情。谢大爷，谢大爷。甚至早晚都会没命的。蓝英哥，您走吧。什么？我不想来练。这怎么可以呢？你刚才怎么能那样？我是为了你啊。苟且偷生，你这是苟且偷生啊。哎，我答应过金大叔，为了你，你叫我做十辈子老鼠我也无所谓的。我爹他不喜欢懦弱的人。我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你，对不起。不，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Oh!
醒过来了。你没事吧？你别那么紧张，很多大场面我都见过了，这算小的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说实话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。迟早要对付他的。好了，别哭了。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别哭了。没事。没事了，别哭了。我要做大英雄，我要做大英雄，我要做大英雄。
英雄！这感觉收藏，不会遗忘。